虽然林志炫已经47岁了，但是不服老的念头十足。作为圈中为数不多的逆生长代表，林志炫的事业再逢春天，个人形象打造也丝毫不会落下。被搜狐视频发现现身首都机场回京的林志炫，当天就以一身时尚潮装亮相，十分养眼。作为年近50的大叔，林志炫丝毫没有大叔的体态，头戴鸭舌帽，面戴黑超，一件时尚的灰色外套，林志炫完全一副潮男样，看上去保养得非常好。和他并肩走出闸口的是一位女性友人，友人长发飘飘，面容姣好，背着一只红色大包走在林志炫身旁，两人边走边热情地聊天，亲密地推着行李车，林志炫看上去心情不错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上搜狐视频，很中国好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惠妹。